我们反手平腰去展啊，这个动作有点像划船，但是不同的是平的啊，这样一二收回来，一二三要发要发力要发力，有点像打摆拳啊。星期六下午6点至8点，加入我的直播间，准时直播，不见不散。武术和搏击也是相通的，只要用到腰胯的都是相通的，包括跑步、田径、游泳什么都是相通的啊，无非就是展示的形式、方式、运动的技巧、方法不太一样而已。搏击，大转胯啊，摆拳啊，OK，就是相通的。所以说，在做的时候呢，学会转胯，再去拿着兵器去发力。小小的动作虽然只是这么短，但是足以给对方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如果说真刀的话，直接斩掉啊，非常可怕的。所以说，训练我们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训练，更不要轻易和别人去对抗，除非你是塑料的、木的、海绵的。如果是真刀，切记千万不要。